种种的表格 Strawberry Goodman。这一隻呢就不是完全純南瓜的，但是因为其他都买了，那这个呢里面是有加入了轻微的苹果的，但是个味道都是 OK 好味的，而且都是有功效的，所以我都照买了。这个里面有30 pack， 立即要吸入。它这个一包呢里面只是得 14.4 卡，苹果呢就只是得 2% 的，98% 都是那个南瓜来的。糖呢就是有 2g 的，所以都不怕肥啦。有朋友呢问我它究竟是什么色，其实我不是很知道，因为我就这样搣开它直接就拍，可能倒一滴出来看看。这个就是它的色啦，冇乜色的，其实淡淡地的啡咯，但是呢都有啲呢係真係橙色嘅，咁嗰啲都係南瓜汁嚟，純粹係佢唔同公司唔同牌子，佢唔同嘅整法，唔同嘅萃取方式咁樣。掂，因为呢喺韩国 OEM 屋企嗰度飲呢，佢订嗰隻呢係有 4g 定唔知 6g 糖嘅，咁可能就係真係製作嘅方法唔一样啦，但係都係 it works。So we still drink it。 唔記得同大家講 Hi， 我係 Jennifer 花，今日嚟到 Day 12嘅 Vlogmas。 而家咧我就要立即剪埋條片 pre-upload 咗先，因為等陣咧要出嚟整紙噶，俾大家睇埋啦。我而家嘅紙夾係咁嘅樣嘅，係一啲彩色立體嘅心心。今次我去整聖誕嘅款咧，等陣大家就會見到啦，有聖誕氣氛，係綠色做主題嘅。一次夾嗰間嘅鋪頭咧，就係、是、叫做 BCB， 咁都已經整咗好幾年噶啦。聖誕節之前咧都好爆啊個期，所以我都喺度一早咧就已經係約好咗。12号就整到個指甲，兩個星期都應該頂得順嘅。跟住可能都要仲快 book 埋新年之後嘅指甲。我通常去整指甲咧，都會自己上網揾咗一啲 reference 圖啦，跟住之後俾指甲鋪嘅同事咧問佢會大概整幾耐，咁咧佢俾咗個時間，我就可以預到我自己嘅 schedule 咯。咁去到咧再一次俾佢睇，跟住之後咧佢就可以好靚咁完成咗我嘅指甲啦。咁因為咧就比我預期快完成咗個指甲，所以我就要揾個位坐低去等待我嘅蛋糕。冇錯啦，朋友生日咧必須要有蛋糕，尤其係女仔。望住车，我哋到达呢个太子集团中心部咁多人嘅。We're calling reservation at 8 p.m. Jenny. Oh, rooftop. Okay, thank you. Hi. 呢个系我今日嘅 date 啊，想食咩啊？我终于都有机会请你食饭啊！识咗咁多年。好开心嘅。我終於好翻啦！一個禮拜我日日都犯過，日日都犯過，我就見開生日會嘅代價就係、是。係啊，就係咁忙噶啦！話俾你知，平時我哋喺同一個場合出現就搞掂曬，而家你要分開食十幾餐。係啊。無啦啦出現咗個浴缸啊！Happy birthday to Rebecca! Happy birthday to you!喜歡這個蛋糕啦 Happy birthday 祝你每一天每一天都這麼漂亮這麼正這麼瘦這麼瘦身體健康這錢給你賺了 Yes 好 OK 啦 OK Yay Happy birthday Hello Hello翻到嚟屋企啦，而家成块面红晒啦，仲一笪笪啊！
真係鐵證我酒精敏感㗎。其實而家咧第一件事要做咩咧？食敏感藥啦，要飲南瓜汁啦，食埋我嘅酒豪傳說。咁咧，我聽日起身就唔會辛苦啦。咁呢一個酒豪傳說咧，我真係已經食咗幾年㗎啦，完全係自費㗎啦。咁有時會喺日本買，跟住亦都會喺當期買，松本清都有得買啦。咁但係個價格就比較浮動少少，但係都可以喺萬寧度 seven 都有，所以其實好方便可以買到咯。咁我自己覺得佢好好啦，入邊成分其實都好天然，佢主要成分都係薑黃粉嚟嘅，咁所以佢係其實一個 supplement 而唔係藥咯。佢真係好幫到我分解到啲酒精咧，因為點解我即係潮紅反應啦，跟住亦都酒精敏感，就係個身體缺乏咗呢啲分解酶啊嘛，咁所以就真係需要呢一啲令到我去balance 翻個人，無論係皮膚又或者係個潮紅反應啦，因為我真係一笪笪會一粒粒嘅，而家個皮膚係超級唔平滑嘅，我唔知道個 camera 睇唔睇到。聽日起身都唔會話 hangover， 又或者係想嘔頭痛，或者係有任何宿醉反應。跟住咧，因為頭先咧，都有食過一下啲生日蛋糕啊嘛，其實真係好好食嘅。我訂呢一間已經訂咗，我諗都有成十個蛋糕噶啦。喺呢一間蛋糕鋪就叫做 Kick Your Mess， Kick Dot Your Dot Mess， 真係幾中意佢哋，好用心啦。跟住之後價錢亦都唔貴啦，好食啦，好中意佢哋嗰啲復古嘅 piping 咧，好靚咁，所以好中意喺嗰度訂蛋糕。跟住而家就要食敏感藥。如果唔係拍片嘅話，我都未必真係會食藥啦。咁通常都係飲南瓜汁嘅啫。咁但係因為聽日要拍片，其實唔想水腫，唔想腫，亦都唔想唔舒服。咁所以我就要有咁多嘅步驟要做咗咯。而家要再黑埋呢個南瓜汁。佢話一日可以飲一至三包啦。咁但係我都唔係每日都飲嘅。其實我通常都係有嘢做，有嘢要影，可能真係想吸入一啲澱粉啊、碳水啊嗰種，跟住就會飲咯。咁就唔係日日飲嘅，即係啲人話：喂，你飲咁多個面會黃啊，成個身都會黃啊。我知道因為胡蘿蔔素嘛，我知道。咁但係我唔係每一餐飲，唔係每一日都飲，咁所以都唔需要擔心。但我想講，韓國南瓜汁真係 work 啊嘛！唔知道大家過咗個鏡睇唔睇到我而家係一笪笪同埋紅啦。其實我真係飲咗好少，我飲咗一杯白酒咋，其實我就咁樣噶啦，即係我係清醒嘅，非常之清醒，但係就真係呢啲樣咧，好似我已經飲咗一支白酒定係飲咗成 pint shot 咁樣嘅樣咯。但係都有一個好處嘅，就係可以扮醉，跟住就啲人唔會對我飲酒。但現在可能難少少，因為我只是跟那些很 friend 的 friend 一起飲酒，他們已經知道我什麼料，所以都會繼續對我飲。But anyway， 現在就要埋頭去剪片，剪完就要敷翻個靚 mask， 跟住好好休息，因為聽日就要努力拍片了。今日條片就去到這裡，我們聽日見，拜拜。